盖饼，你对我拍，来，国庆，对，国庆大典演出。脱下西装外套，拿起鼓棒，赖清德聊了 key， 一日阵头体验献给国庆表演团队九天民俗记忆团。头发乱了没再管，赖清德全神贯注，动作有模有样，只是结尾有点小落差。好几拍，Ending pose 参画虾慢了几拍，自己都笑场，自首放枪，果然专业的还是有差。为了国庆大典演出，九天民俗记忆团紧锣密鼓练习，赖清德也相当支持传统文化，政府都应该要重视，要支持，然后有次序的、有计划的来扶持推动，应该就可以解决啊。哦，这个大家对阵头跟八家将对的这个错误的认知，允诺要翻转大众对阵头的负面印象。而国庆前夕，不止表演团队加紧练习，要呈现精湛表演，民主盟友也纷纷抵台祝贺。这次昆洛斯总统除了率团参加国庆大典，也将出席玉山论坛发表开幕演说。我相信，透过持续的交流和对话，台湾人民都感受到友邦对台湾的祝贺和支持。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of the 112th National Da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, Taiwan, commonly known as Double Tenth Day.诺鲁共和国总统亲自祝贺我国国庆，一个上午蔡总统接见诺鲁及圣文森国庆祝贺团，还有加拿大有台的国会议员也率团抵台，都将出席国庆大典。国际友人来台献真挚祝福，也彰显彼此深厚邦谊。三立新闻郭顺许轩台北采访报道。